之名曲。本节目由百年欧洲传奇经典不朽品牌上海大众斯柯达汽车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欢迎 EXO F。EXO M， 对，你知道他们全部加起来都没有我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OK， 好，待会现场见。好，谢谢，谢谢，谢谢。一二三，对呀，哇，大家好，我们是 EXO M。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请多多指教。哇，我们第一张正式专辑这样。哦，谢谢。就我们的兄弟。啊，谢谢，一人拿一个，谢谢。为什么呢？是因为橙子嘛，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成功。哦，谢谢，好的，好的，今天晚上好好加油，好，好，加油，谢谢，一起加油，谢谢，哎，好，谢谢，谢谢，你好，你好，你好，一二三，不要，你好，我是 EXO M。你好，我是许明明。你好，这是我们的专辑第一张。哇哦！对，好棒！加油哦！加油！谢谢。福利对，不快乐的快。一二三，不要！大家好，我们是 EXO M。哇，太帅了！哦，对，我们的专辑，谢谢你们的专辑，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们是 EXO M。一二三，不要！大家好，我们是 EXO M。你们好，我们是黑人暴乐队。完全没人专业。你也是，本来不是我，都是我先说的，就是你抢的。加油啊，哥你！谢谢，加油，加油，加油！谢谢。那我们是 EXO M。那次我们选的歌，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意外。一起吃苦的心，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2003年，周华健创作并发行了《一起吃苦的幸福》。在这首歌里，回忆了自己曾经的经历，试图告诉我们，不管经历什么样的苦难，只要有你在身边，一起共同分担，相互扶持，彼此鼓励，这就是一种满足，这就是一种幸福。以前就非常喜欢周华健老师，我爸爸是周华健的粉丝，能跟周华健老师同台的，觉得也很为我们感到骄傲，感到荣幸。我的妈妈呢，她是听说我跟周华健老师能同台，她又飞到了上海。我们还有个另外的我们兄弟队伍在韩国为我们加油打气，所以我们借他们的一力啊，一起来一次我们 EXO 的加油方式， yeah， 一起吃苦的幸福 EXO 三大家好。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五月儿，哇！大家好，我们是 EXO M。周华健老师，今天非常荣幸见到你。您的一首《朋友》陪伴了我们的童年，然后给我们很多很美好的回忆。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带给您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一首属于一个我们的团队的故事的一首歌曲。那么因为我们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在一起奋斗，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我们，它是叫《一起吃苦的幸福》。谢谢。
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也做少了。是该接受想想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出来我把你抱着，小老大到惊喜也要叫远叫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处，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让幸福，每次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刚才的表演对我来说是一个奇妙的体验，这才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样子。谢谢你们把幸福传递给我们每一人。不是，我原来哈，我蛮吓了一跳，怎么会一个这样年轻人的团体会选这么一首歌？其实我们这个中国成员在韩国，然后也是大家差不多有前后不一，大概3到5年左右吧。然后一开始语言也不通，有很多地方都要互相去帮助。然后我们两位韩国成员其实来中国活动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毕竟中文也不是说能够说得很流利，所以说就是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能够站在舞台上能够表演，能够给喜欢我们的人一些快乐，一些正面的力量，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首歌就我觉得再好不过了。一个男孩的团体啊，刚刚他们跳舞的那个是花很多时间很多心思，不管是肉体上的辛苦，他们那个心理上各方面，有时候不是我的错别人错，你跟他骂两句以后就变成一场吵架，你怎么样去谅解体谅这个过程里面的。我终于了解你们所说的那个一起吃苦的幸福，非常谢谢你们给了这首歌一个新的生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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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